在死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哪？云锦，你终于醒了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谁将你伤成这样？少尉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叫我公子？你不认识我？我的头好疼。我到底是谁？现在想不起来就不要继续想了。你叫云锦，脑袋受了一些轻伤，从今天开始我来照顾你，可好？该如何称呼公子？齐渊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云奇，公子，你是谁？为何出现在我房间门口？你又不记得我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不是，那你就再重新记住我。我叫齐渊。